挑战全网代班商差评，那些在我视频底下评论不好用的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用的是我们家产品吗？如果不是，请不要恶意评论。我们家产品不管你是眼角纹、法令纹还是抬头纹，有这一盒就够了。有皱纹的人千万不要用，我怕你用了朋友都不认识你。不管男人女人，过了30岁脸部出现皱纹，肌肤松弛，别再去美容院浪费钱了。不管你是皱纹、法令纹还是颈纹，有这一盒就够了，改善暗沉肤色，令肌肤水嫩有光泽，不用清洗直接睡，好不好用试过才知道，工厂直接发货。没有效果不要钱，没有效果不要钱，年纪大的有皱纹的您千万不要用，我怕您用了老公都不认识您。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回购这个东西了，刚拿到手的时候以为是普通的面霜，打开往脸上涂抹，能几分钟皮肤居然神奇的提拉紧致了。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但凡有一个人用了我们家的